One, two. 又到升高。做咩犀利？其实呢，我今年真的很想上台唱歌的。不如你讲下今年升空的规则啦。今年升空的规则呢，就是 Junior Solo 就是一分钟的表演时间。Group 的话就会有一分半的表演时间。评判就会根据音像、打字、节奏、感情、台风和合拍来到做评分的。好难啊，那我想都是交回你今年的参赛者啦。啱啊。我们第一组就会由 2R 的 Tanya、Cogni、Hymie、2G 的 Jolene、Athena 和 3R 的 Hormon来我们表演。Everybody's worried about me in 2D. Say I'm in 2D.